哟，最近你有点忙嘛？嘿嘿，也没什么，时隔几年出了趟国。耶，领导真棒，被疫情封了这么几年，我也想出国玩了。嗯，我是出国玩的吗？我可是去弘扬我们大国天威的。嗯，是我觉悟太低了。那请教您这天威是怎么弘扬的呀？嘿嘿嘿，我利用巧妙的外交手段啊，与多国达成共识，成功的推广了我们的反恐经验。敢问是这个巧妙的外交手段吗？哼，你少管。同时我们也多方交流，和友邦啊在防范颜色革命上啊取得了共识。嗯，红色革命防吗？嘿，少打岔，防的就是你们西方颠覆势力。可我们刚从中亚撤出来啊。嘿，少装蒜，你们在哪儿不搞颜色革命啊？前几个月刚在哈萨克斯坦歇菜，这又马不停蹄的恶化俄乌局势，恶意武装乌克兰军队，唯恐天下不乱呐。啊，我有点跟不上，你不是去的中亚吗？要不是你们搞得俄罗斯战术撤退，乌克兰仓皇追击，我用去和普京会面呢？要不是你让俄罗斯啊分不开身，中亚空虚，火星四溅，我能愿意去这几个斯坦吗？都是突厥人的长相，我不慌吗？怪不得您这下的晚宴也没去呀、啊，上合组织全家福，独缺你一位呀、啊。哼，都怪他们和病毒共存，领导，您是最美逆行者。不过您在俄罗斯败退之际和普京你侬我侬，不怕别人说你们支持战争吗？哼，龙俄双方啊，就是抵抗你们西方伪民主的最后桥头堡。唇亡齿寒呐、啊，嘿，我俩现在是难兄难弟啊，不，是对啊，不对，一丘之貉，错了，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哎，革命凝结的友谊，总算出息一回。对，我们已经定下战略，和俄罗斯合作无下限，不是无上限。那你们就准备掏空家底支持战争啦？何止掏空家底啊，我建议直接送武器送装备，宁可乌冬不长草。哎，这可不是我说的。我们仍然呼吁和平，不争霸不扩张。嗯，领导，那我们不崛起了？当然崛起啊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都指着咱呢、啊、你没看到到处都是东升西降吗？嗯，你们龙家有学者最近可是发文说，东升西降态势趋缓，西强东弱的现状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。啊！谁敢这么说？赶紧给我删！